炸，啊，离开麻将教会，我们马尾第七的麻将教会就在三楼，就在这个宾馆底下。维纳三座是芒果树哦，那个底下一粒一粒的芒果，芒果，你看看看，哇，好多好多的芒果，一粒一粒的啊。福州汕头机场青州，上高速公路的路。Saka ngayak, video ko ayaw eh. Basakan, say, ang kaputihan, mabuti. Ang tira ko no, video ko ay. Uto na, yung ano, ngayak, kung video ko ay, patok ito, tanupay yan, tanupay eh. Na ito, tato sa kusipan, tayra itira eh, ya, i-chencho. Ay, tula no, siko kwan mo. May nag-chencho. Kailan ta sa ayaw.第一次个台上再也要一张图。我们到湖区新的教会参观。新教会哈、啊，我来转嘛，我来转，你没去吗？没事啊。哦，好谢。
主耶稣带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同工这一次接下来的旅程能够非常顺利。愿主耶稣保守带领，让各位身体健康，一切都能够顺利。感谢主。谢谢，感谢。各位啊，首先让我代表我们前方牧区，还有我们前方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一次我们宝岛主内各位暂时同工同领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感谢主啊，那因为我们教会这边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上班啊，我们这个教会是我们牧区的中心教会，这个教会在我们牧区里面信徒人数最多，我们信徒这个教会有1700人啊，那我们整个牧区我们加上这个聚会点总共是26个教会这个聚会点那专职功能目前有4位包括我们的执事是圣职人员目前也就是说我们也有4位那可能6月份过几天还要再案例2位执事那我们基本上每个牧区我们的主要是有4教会它每个季度有统筹规划国语方面有一点国语转所以我在这里首先呢感谢天上的真神从开始到现在有耶稣的圣灵带领我们到达我们本会，所以我的这个教会来访问其他的不是感谢天上耶稣基督我讲几句就好了谢谢成功小区也没有只有1000多想不到这边是真正的是神的显示在主播从第一天上教会我就看到到今天第二天看到其中这边主国的前面真的非常安心接待的地方虽然那个五里山那边的教会没有那么大可是看起来他们的装作就跟我们一般的一样可是他们接待不输我们一般因为他们是神的学徒也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非常感动第二天我们在哪里在那边住国的他们跳下眼泪我以为是那个神的显灵，是又在我们的中华民国那边连来，神的显灵在这个祖国那边互动，真的非常感谢主。在武夷山那边看到很多神的创造，那些大石头啦，一直看到。因为我来了大陆祖国第6次了，这是教会的只有2次，前年14班这去年2次，可是不一样，真的跟那个一般的旅游跟。教会的那个去访问的那个心情真的不一样非常感谢主看到大家大陆祖国的信徒啦教会啦都比我们成长快我们是虽然是老信徒已经信教了5、60年可是真的就要学习的很多对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跟随的那个荣誉我们学习的该学习了希望我们重新教会也为我们代祷，为我们台湾的信徒不要老化了，一定要更上进了。就像总教长的方舟的智慧就到了，还希望大家都代祷，也感谢，谢谢姊妹，感谢总务长师传道你们的接待。希望你们时间到我们台湾东南区那边成功和平教会，谢谢。现在4:10了。为什么在这边嘛？这个地方。不要！弟兄姊妹，来。
平安平安。